知道他今天对我说了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他的敌人。你是不是想让他死啊？是他想让我死。为什么？不敢说。你想让他怎么死啊？你听不明白吗？啊，是他想让我死。你是想借刀杀人吧？这话可是你说的。你想把他藏在乌镇的消息告诉北平那些追捕他的人，然后借那些人的手除掉梁守平，是不是？单景城，这才是你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吧？这可不是我说的。对，就算是我说的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姐夫吴旅长他会怎么想？是他安排梁守平在这里，如今你却想除掉梁守平。吴克贤怎么知道我想出卖他？嗯，除非你告诉他。我从不对我家里人说谎。你这个妖女人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嗯，想杀了我是不是？你放心，你不出卖他，他也不会把你的事情说出去。他现在把你的事情说出去，对他没有好处。你不如就放他们走，各退一步。你呢，收回你脸上的优雅，心里不要老藏着恶。大家都太平。乔妹，告别梁大夫，菊儿顽强地活了下来。满腔的冤屈和仇恨，刻骨铭心地深深埋在心底。正在举步维艰的时候，命运再次把他送到阿田和梁守平的身边，送他走上惊心动魄的人生之路。十七斤三两，来下一个。好，换上。来来来，放好。十七斤二两。嗯，好，拿走。下一个。来下一个。快点，快点！下一个，下一个吧。哎，要不要称啊？新来的吧？啊，东家是谁呀？问你话呢，把头抬起来！东家是谁呀？把他残件收起来，一个钱都不给他。十七斤三两。十七斤三两，回你东家的话，让他来找我说话，一个钱都不给他。下一个。好。你怎么不走啊？你不是有本事跑吗？跑啊！哼，敬天的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干嘛老来害我？你欠我的。我欠你什么了？你说你欠我什么了？阿田师傅啊，
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他也是给人家帮工混饭吃的。是啊，不就在唐嫂那儿混口饭吃吗？你们问问他，他妈是怎么死的？房子叫人家卖了，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不要你管。哎呦，那现在谁管着你呢？快赔个不是啊！快！赔不是？是不是单先生啊？你是个鬼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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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弟子妹等。 我是他表姐，他妈死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我了，可是他呢，自己偷跑了。哎呦，这怎么会这样呢？这种事情，拿，把这个给唐嫂。就说，人我留下了。哎，你们到底还想不想卖蚕茧了？赶快散开！ 来来来来，下一个，快点啊！哎哎，快点快点！轮到谁了？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到了。哎，两位里面请。 给我们两个下两碗面。哎，好嘞。两碗面。说说你母亲吧。说说她是怎么死的。 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，你妈是让你给害死的。你胡说！你要是不从我这里逃走，你妈就不会死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以后就会懂了。单锦城想霸占你，所以他就串通土老大，去害你妈。你妈也是个女人，女人这张脸比性命还要重要，所以你妈就死了。 你爸呀，可能也是因为你死的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想报仇，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没有手段，二也不聪明，你根本就不是单锦城的对手。这个话我过去好像跟你说过。好了好了，别委屈了，喝一点酒吧，啊！从今以后啊，你就跟着我。 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，有我穿的就有你穿的，啊！你呀，真是个小傻子。说心里话，你上次从我这里逃走之后，我还真觉得有点对不起你妈妈。 吃吧，别了啊，两位请慢用。你今天啊，就跟我睡在一起，明天呢，给你在厂子里找点事做。你呀，要自己养活自己。你不是说这个厂子是单太太开的吗？是啊，那又怎么样啊？又不是单太太想害你。 单锦城从来不到这个厂子来，我想，单太太不想让他插手管。单太太自己呢，也很少到这里来。现在这个厂子啊，是由一个叫陆美萍的人管着，听说是单太太的中学同学。哼，看你那个胆小的样子，就这样还想报仇呢？哎，快一点洗啊！ 洗完了，早点睡觉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师傅，你在厂里管什么的？嘘，就管蚕茧，不要跟人家说我是你师傅啊。
你不要跟人家说以前在苏州城里见过我，听见了没有？人家要是问起来，就说我是你表姐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，我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。别想了，睡觉吧。 你是梁守平，你是阿田。你到我们女工宿舍来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我有紧急任务去特务。为什么？今天日本人在卢沟桥开战。 我能为你做一点什么呢？那这样，给我准备条船就好了。好，船有的，现在就在码头，我带你去吧。船工就在那里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好，再见。 起来，起来洗洗，还要带你去见管事的呢。昨天晚上你上哪里去了？你跟着我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以后不许干这种蠢事。你说你要跟着我，让我看不出来也就算了，从头到脚让我看得个清清楚楚。我要是单景城啊，就把你给抓住了。那个男的是谁啊？ 什么男的？我看见了，我认识他，他是单太太的表弟。你胡说！我没胡说。菊儿，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晚上你什么也没有看见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单太太的表弟。你给我把话听清楚，你要是再敢胡说的话，我真把你送回单景城那里。 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姑嫂饼拿好。嗯，给。哎，谢谢。拿好了。买点心做什么？去找管事的，可不能空手。我才不要呢。这件事啊，你说了不算，小傻子，拿着。
来，陆经理，陆经理，这个是菊儿的一点心意，拜托陆经理能够赏他口饭吃。哎呀，我晓得这么做给陆经理添麻烦，可是谁让她是我表妹呢？你看都找上门来了，这个忙我不能不帮啊。哎，快叫陆经理呀！你说，好了，阿天，不要再难为他了。你的这种把戏我早就看出来了。这点心是你买的吧？好，这点心呢，我收下。你明天就到骚丝车间上班去吧。哎呦，来来来，谢谢陆经理，谢谢。那你出去吧。哎，走吧走吧。啊，谢谢陆经理了。你这个表妹啊，还挺漂亮的。漂亮有什么用啊？这张脸呐，整天惹是生非。哎，你怎么还让她到这里来啊？我都不想做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你没看今天的报纸啊？哎呦，我大字都不识几个的。这日本人呢要来了，这厂啊怕是开不下去了。那那么多女工到哪里去啊？我怎么晓得？那陆经理你到哪里去啊？哎呀，还能怎么办？只能往南走吧。单太太心里怎么想的？她能怎么想？只怕想走也走不了了。是啊，他是想走也走不了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是说，该走的都走了，该留下的呢也只能留下，该碰上的想躲也躲不开，该吃下去的想吐也吐不出来，怨也没用，怕也没用，横竖啊都是命里注定，索性啊豁出去这条命，横竖不怕倒也露个轻松。我就喜欢你这么说话，阿田，我托你一件事。啊，你说。我要走了，这些女工啊，你多尽点心。平时啊，不要看我对他们很凶，这日本人要来，我这心里啊，也不好受。哎。Thank you.
在做什么？你骗我！我骗你什么了？我看见单锦城了，还说他不会来。你害怕了？你给我，你给我！在这个时候你不能走！你干嘛了？你我又不是你的人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妈妈简直是白送了一条命。你为什么就这么怕他？难道你就不想报仇了吗？谁说我不想报仇？胆小鬼是报不了仇的。你在哪里看见单锦城了？陆经理，阿田，你来一下。啊，十九斤四两。陆经理，啊，今天收了多少？四五十担，刚开始呢。嗯。院子里这些收完就不收了。啊，不收了。库里有多少残件？登记好了，把账本马上给我送过来。十八斤四两。十九斤四两。阿田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？陆经理，为什么不收了？十九斤。单锦城要把这个厂给卖了。十八斤四两。真的？可是厂子不是他太太的吗？怎么说他们也是一家人吗？哎，看见客厅里那个人吗？他叫曹美彪，这厂啊就是卖给他的。哦，是日本人要来了，单锦城也怕了。你说这么大一份产业就这么毁了怎么办？可是日本人不是还没来吗？哎呀，来了就晚了。阿天，我会想你的。我也是，可是这么多的女工，下一个，陆经理，你是不是早就晓得要把厂子卖了？二十斤，来来来，下一个。阿田非常清楚，党组织把地下交通站放在缫丝坊。就是利用陆美萍做掩护，一旦陆美萍离开，接下来的曹美彪会给他们带来什么？曹美彪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阿田的心里非常清楚。两年前他就开始给日本人做事了，这一次他买下缫丝坊，背后一定是日本人。成交以后，进厂管理的就是二鬼子。单锦城知道曹美彪替谁做事吗？嗯，他当然知道。听说曹美彪把单锦城的价钱压得很低，单锦城心里也很恼火。曹美彪狐假虎威，单锦城他活该。哎，陆美萍他晓得吗？这个。不好说，我得找他谈谈。那你要当心啊。哎，我这是第一次听你说，你怎么晓得曹美彪在替日本人买缫丝坊？瞎有瞎道，谢有谢道，我怎么晓得的？你去女工宿舍看看，就都清爽了。去吧。好。几天前，他们就都晓得了。得是你告诉他们的，我也晓得你不是个平平常常的人，这和我没有关系。你说现在怎么办？陆经理，你平时不是总说
让我多照顾这些女工吗？可是日本人还没有来呢，有些人就已经鞍前马后了。我陆美萍再没有胆量，这事我不会做。这些天，单先生是不是在我们骚私坊？住在潘老爷家西头的那个小院里。这个厂子卖掉之后，是不是记在单景城的账上啊？我是说，单太太就跟这个厂子没关系了吧？这是单太太安排的，我收到她的一封亲笔信。陆经理，我觉得你应该让单景城在这个地方多住些日子，把这里的账目一笔一笔都给他说清楚，要不然你以后浑身是嘴恐怕也难说清了。明天早上我们就出发。你也去啊？对啊。去那儿干什么？到了那里你就晓得了。哎，现在跟我说点单太太的事情。单太太什么事情啊？当然是单太太跟单景城的事情了。哎，你说除了单太太是摊子以外，单太太为什么老是防着单景城呢？他们两个人之间就没有别的事情吗？你干嘛自己不去问？问谁啊？陆经理啊，他跟单太太是同学，他能不知道他的事情啊？鬼丫头，你说我为什么不去问他？嗯？因为他跟你不是一种人。哼，算你聪明。那我们两个呢？你们都没有见过单太太的亲生父亲。其实单景城就是利用单太太这个弱点，你晓得吧？女人的脸皮比生命都重要。这个单景城真够阴险的。哎，我们要好好帮帮单太太，把单景城的如意算盘给他打掉。你现在还害怕吗？老实跟你说吧，单景城不在家。你怎么晓得？哼，我能把你往火坑里推吗？傻瓜。我想回家看看。单太太，太太在家吗？在。等等等等，太太，太太，太太，你又疯疯癫癫的跑什么呀？
菊儿来了，说要见你呢。他胆子倒是大起来了。啊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呢。跟着一个人？嗯。什么人呢？看上去也就是个寻常人家的女子。那你没问问他们从哪里来？没问。要不打发他们走吧。打发得了吗？让他们来吧。嗯。乔妹，你们进来吧。他还想让我请他吗？太太，你是谁？我叫阿田，是菊儿把我带来的。我叫菊儿，没有叫你。啊，我让菊儿留在外面了。是吗？那这么说，是你想见我了？太太心里真跟明镜一样的。你不用夸我，能让这丫头重新再进我单家大门，不是那么容易吧？太太真想听啊。想听？我什么都想听。我都弹成这个样子了，就剩下这双耳朵了。其实菊儿那点短处，太太心里不比谁都更清楚吗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对了，他对我们单家有仇，所以就把你带到我这里来。那你想要干什么？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菊儿对太太有仇。正好相反，太太放过他一马，他这心里头感激还来不及呢。他心里能分得这么清楚啊？是你教的吧？这话我可承受不起。我是谁呀？我就是一个粗人，我能教人家什么呢？菊儿啊，现在长大了，这亲谁恨谁，她心里边有数。做过的事情就像刀划过一样，终归会留下痕迹的。嗯，你这话我听懂了。那你又是谁呀？我是他师父。是骚私访的吧？哎，是。太太要是想见菊儿，我现在就把她叫进来。菊儿，菊儿，进来。怎么了？还怕我吃了你不成啊？你要是不想见我，就出去吧。太太，过来吧。你把我家里的事情都跟你师父说了？没有。啊，太太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太太怎么晓得？我知道你家里的事情。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了，别看我是个摊子，江湖上这些把戏我也见过不少，准是在别人那里摸到了底细，做好了准备，不然你一定没有那么大的胆子。哟，怪不得人家外面都说单家真正的主心骨啊，那还是单太太你。那我就听听你到底能说出什么来。太太，晓得我为什么专门挑这个时候来到这里吗？不是因为先生不在家吧？单先生啊，还要在骚私房住上些日子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
陆经理都安排好了。既然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就一定有鬼。我是想帮太太。你们能帮我什么？近些日子，太太给陆经理一封信吧。他把这个也告诉你了。太太想把骚私房给卖了，当然，这跟我们这些下人没有什么关系。可是，这么大一笔财产，太太放心记在人家的名下吗？你刚才还说跟你没有关系呢，现在不觉得自己问的太多了吗？这么说，太太是心甘情愿的了。太太，你怕什么呀？是不是单先生手里攥着太太的短呢？你给我出去！是不是因为二月花的事啊？你给我滚出去！太太，其实这件事情到处都已经传开了，你想堵人家的嘴，恐怕也很难了。太太同意他把厂子给卖掉，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吧？可是太太这么做，不但没有堵上他的嘴，反而让他传得满城风雨。说什么单太太不是老爷子亲生的，是二月花的亲女儿。要我说呀，一定要让单先生闭嘴。单先生如果不闭嘴的话，这么大一份家业，恐怕也很难保得住啊。太太，单先生想把厂子卖给日本人。这可是送上门的好机会呀！你想啊，厂里女工有200多，都是16、17岁的小姑娘，你就放心把她们交到日本人的手里吗？是谁说单景成要把厂子卖给日本人的？那个曹美彪是给日本人做事的。太太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啊！你以为他是傻瓜吗？他才不傻呢。你看，就算他日后发现了，想找太太秋后算账，恐怕也难了。你想啊，200多女工，那就是千千万万张嘴呀。太太为他们做了主，他们一定会记住太太的好处的。到时候他们就会说，单先生跟日本人有扯不清的关系，想把厂子卖给日本人，单太太不同意啊。所以呢，单先生到处造单太太的谣。二月花的事就是他编造出来的。你这才是造谣吧？这个老百姓嘛，见什么说什么，听什么传什么，是吧？菊儿，带你师父去吃点东西吧，我想休息一下。单太太，那我走了。你怎么跟单太太说那样的话？哪样的话？说瞎话。我妈说过不许说谎。你妈是个傻子，你也是个傻子。你要学会跟魔鬼对话。我告诉你啊，离开单家大院之前，不许你说这种话。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，听懂没？吃。吃好了吗？啊，谢谢太太。你过来坐吧。啊。你不要看单景成和日本人做生意，那也是虎口里多事。他这个人呢，视财如命，一分一厘都是要争的。这个生意也不好做。可不是吗？听说呀，把价钱压得很低。狗娘养的小鬼子，狗娘养的小鬼子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听太太的。我可是个没主意的人。谁又不是呢？你说我们女人吧，哪有那么多心狠手辣的点子啊？日日夜夜的算计着要坑害谁，可是真要遇着个歹毒的小人，
我想，太太也不会输给他的。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这一切都是给逼出来的。林家渡陈老太爷那里有一批蚕茧，时间久了，全变黄了。是吗？那太太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单先生，单先生一定会低价把这批蚕茧买回来，再高价卖给日本人。那接下来呢？日本人如果晓得这件事情，那一定会给他好看的。那这样我要赔多少啊？这就难说了，不过要是现在这个样子，那就全赔了。嗯，好吧，明天我让乔妹去找你。哎，菊儿，你师父说的话